多伦多天主教总教区向你们呈现圣之主日弥撒圣迹。各位在荧幕前面的教友们、兄弟姊妹们，我是多伦多总教区青年牧民部专责华语大学生的指导神师陈世定神父，欢迎你们一起同来参与这个隆重开始圣周的圣字主日的弥撒圣祭。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从四旬期开始就已经接着补赎和爱德工作来准备心灵。今天我们聚集一起协同整个教会，切开庆祝主逾越奥迹的序幕。这逾越奥迹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复活。耶稣基督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奥迹才进入他的圣城耶路撒冷，因此我们怀着信德虔诚纪念耶稣融进圣城耶路撒冷，并在恩宠的助佑下跟随基督，与基督一同背负十字架，以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以你的祝福深化这些树枝，使我们能宽心地跟随基督君王，并靠他获得力量，抵达永恒的耶路撒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众同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世人许发谦虚的榜样，令我们的救主许了人性，接受了十字架的苦行，求你使我们服应基督坚忍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就是因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以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亡。攻读以赛亚先知书。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我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污奴和唾污，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因为吾主上主援助我。
所以我不以为羞耻。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凡看见我的人都在讥笑我，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应解救他，上主既然喜爱他，就该救助他。我的天主，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成群的恶犬把我围困，大批的歹徒向我逼近，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足，我的骨骼历历可数。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何舍弃我？他们瓜分了我的衣裳，为我的长袍抽签。上主，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求你速来援助我。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在盛大的集会中向你歌颂。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雅各伯的后裔，请光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孙，请敬畏上主。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恭读圣保禄中徒致腓立比人书。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拔此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了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恭读圣马窦所记载无主耶稣基督受难时。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对。”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这许多事吗？”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比拉多对聚集的民众说：“你们愿意我释放那一个巴拉巴，还是那被称为摩西亚的耶稣呢？”
原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在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这一人的事，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愿意我给释放那一位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么那被你们称为摩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样处置他呢？众人齐声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总督又问，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大声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于这个异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他把他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条紫红色的外袍，又用金刺编了一顶刺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国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外袍，又给他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了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即称为独楼的地方，有人拿苦艾所求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着他。他们在耶稣的头上方钉了一个罪状牌，写的是，这是犹太人的君王国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都摇头怒骂他说，你这想拆毁圣殿，三日内重建起来，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
如果他真是以色列的国王，现在就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现在就该救他，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连那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笑他。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天地都黑暗了。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说：厄利厄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血洗了我？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呢，就说这个人在呼唤俄里亚呢。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沾满了醋，插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说，其他的人递给他喝，其他的人却说，等一等，让我们看看阿里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忽然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开了，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他们在耶稣复活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显现给许多人。白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说这个人正是天主子。各位兄弟姊妹们，今天我们开始进入教会最巅峰、最重要、最中心、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就是以圣自主日开始一个最神圣的一周，我们称为圣周。在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礼仪高峰，在一年当中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所称为圣周。今天圣周主日，苦难主日，我们一起同来再一次经验耶稣为人类所受的苦难，死亡，死亡以后复活升天，整个奥迹我们称为逾越奥迹。这一年，兄弟姊妹们，你们都知道，我们一起经历这一个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非同凡响的一个四旬期。而且我们今天所开始的圣周礼仪、圣自主日、主日，我们不能亲身来到圣堂，我们每一个人被困在家。我相信兄弟姊妹们，我们真的亲身感受到耶稣当天的被人遗弃、被人隔开群众、被人弃绝的感觉。
这一年的四旬期，这一年的圣周主日，这一年的圣周礼仪，我们都需要看着荧幕去参加。朋友们，兄弟姊妹们，教友们，我们从这一年非一样的、不一样的四旬期圣周礼仪，我们从当中也学到什么，感觉到什么。这一年耶稣的苦难四旬期，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利用？四旬期要我们多一点祈祷，多一点做一些刻苦的善功，而且也要我们关爱身边的人，也要我们给身边的人修和。祈祷、刻苦、做善功，为自己补赎，也为身边的人祈祷，也为身边的人、为家庭、为我们的工作的地方、为整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修和？我们这一年的四旬期还有圣周，我邀请大家好好的去利用。虽然我们亲身感受到我们被隔离，我们被好像有一份被人遗弃的感觉，但是我们要记得，每一件事情发生的都是天主所愿意的。这一年很不一样的四旬期，这一年很不一样的圣周，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圣周的圣宠？过了圣周以后，到底带给我们又有什么一份不一样的、不同的复活节的礼物呢？是不是带给我们更加多一点关爱？是不是带多一点祈祷的心、灵修的进化、灵修的进步，给我们更加关爱我们的家庭，更加关爱我们身边的人，更加关爱、帮助、包容、宽恕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位的兄弟姊妹。这一年的圣周礼仪已经以圣知主日开始，让我们透过不同的媒介、大气广播，或是我们的微信、WeChat、WhatsApp、Zoom， 或是Skype， 不同的科技，把我们拉在一起，联系一起。比如说，教宗方济各在罗马的讲道，在罗马的拜苦路，在罗马给我们全球的信友的一些鼓励的说话，我们也可以跟他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域领域的地方，有不同的时空，但是我们也是在普世教会，同一个信仰，同一个耶稣的奥基奥体里面，我们还是联系一体。兄弟姊妹们，愿透过这一年很不一样的圣周、很不一样的四旬期、很不一样的圣周礼仪，把我们跟耶稣基督、把我们跟普世教会联系一体、联系一起，使我们更加去多一点爱、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问候、多一点聆听、多一点去包含、容忍，大家互相帮助，给我们在灵修的领域上更加进步。愿天主赐给你们这一年不同四旬期、不一样的四旬期、不一样的圣周礼仪，
送给我们一份很不一样的恩宠，很不一样的复活节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同声宣发我们的信德，我信唯一的天主，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耶稣基督圣父所生，天主的天的光明，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圣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许的肉躯而成为人，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将来生者死者，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圣命者有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崇，同享光荣。能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众徒传下来的教会，只有一个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兄弟姊妹们，今天我们纪念主基督进入他的城市耶路撒冷，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并向他的父同圣祈求。耶路撒冷是主基督完成他救赎工程的城市，也是未来天上圣城的预象。求主引领普世基督徒，教他们跟随基督走人生的道路，迈向天上的耶路撒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基督今天来到自己的城市，准备接受天主为他安排的一切，不畏苦难的来临。求主坚强教会牧者们的信德，使他们以主基督的勇气接受一切。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基督融进耶路撒冷时，从群众的欢呼并没有改变他甘愿接受苦难的决心。那我们也为社会上的公职人员及从政者祈祷，愿他们不奢求利益和人的赞美，而能本着公义和良知服务市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病重和生命临危的人祈祷，求主给予他们对永生的期待，内心蒙受安慰，好能在平安中结束尘世的生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患有新冠病毒的病人及其家人，也为医护人员以及未找到新冠病毒治愈方法的人祈祷，求主安慰那些为健康情绪和经济负担而处于恐惧和不安中的人，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我们天上的大父，你的圣子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拯救我们，愿跟随他的人与日俱增，得蒙圣化。因我们的主基督之名，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各位兄弟姊妹们，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收纳光荣他的圣名。天主，求你因你圣子的苦难宽恕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行为虽然不配，但愿我们依靠你的仁慈，并借你圣子的祭献，能与你重归于好。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信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接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清白无罪，却甘愿为罪人受苦，他代犯人受刑，他的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罪污，他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赞美你，向你高歌赞颂，不停地欢呼。圣圣万有充满天地，像这云霄荡受赞美，呼之声响。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有，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接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
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祭。他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记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告你的圣使，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是我们纪念你圣子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借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她的敬佩圣若瑟，你的圣宗徒以及光荣的殉道者和所有圣人们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 Francis， 我们的主教 Thomas， 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祭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的台前，求你也浮云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恩人，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借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明年和圣神都归于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灵受显扬。
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在天上。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让我们陷于有祸，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患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垂怜我们，天主羔羊，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恭喜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信众同祷。天主，我们保下了你的圣言，你借你圣子的死亡，以使我们所对所相信的永生有了确实的希望。恳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复活，也能到达我们向往的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现在让我们一起念圣米俄尔总领天使的祷文。圣米俄尔总领天使，战争的时日里，我们免谦卑地求，愿上主谴责他。上主的万军统帅，未能抬回人间上王的撒旦，他的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弥撒礼成。